人不老泡饭呢哈。嗯。泡得早啊。咱吃饱了没事儿。我怕咬他呢，你放边儿上。一会儿咱出去放小鞭儿。他怕是想咱放小鞭儿。我怕是咬他放下。看好他去看灯他有劲。这是放小鞭儿，你看。嗯。下雪好吗？嗯。是不是下雪好了？哦。专业是不是去了灯哪儿呢？不是好年头吗？好舒服吗？这点小点酒的事儿。过了天津那边是过了湖北那边，你看这地里它就一条条的，就是种那玩意儿哈。嗯。黑龙江它也分地区，你有不了冷的，有的硬。行了，时候越真有越难。前提这个行的还是。上百度上问问，包馄饨的包法，学不会。你要整个啥吃？不会交际的，切的也挺好啊，这都是切的还匀乎呢。哪儿好看难讲？这是一块好栽，好吃的树难栽吗？挺厉害呀！你要尝尝馅儿咸蛋。馅糖，你们对付这一个真好，别别瞎瞎的呀。行。大娘，姑娘，给你摆凳儿。这些不够。来，给你来点酱油。不要，酱油。一会儿你妈去取去。妈妈。这水银汤现在这正好，你还得你转，我转不行，我转它一转就干了，啊。嗯。是不是嘛？你不用管妹妹，你吃吃你看。妹妹的。放这儿。蘸酱油吃啊。你到哪里给你拿？没有。嗯，蘸蘸，这是你的小饺子。我吃吧。这个啊。掌握着筷子，不用撂下，就拿纸。尝我。吃个饺子。